决定穷其一生钻研戒德。当他25岁时，忽然明白人的生命也许终有尽头，非常希望自己能有子嗣传承自己的建设天分。于是他的生命中出现了两个特别的女子，而他们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太子庆历本应顺应主制，但迟迟没有登基继位，而对王位觊觎已久的王叔姓张开始逐渐发展势力，排除异己，霎时间权倾朝野。多谢夫人相助，待我登基为王，他日你当重谢。不敢当。少爷，好好监视太子的病情吧。谢主爷。想不到那老贼下手这么大，只是对我不利。陛下消气。妾身心有一计，又能给您解脱。哦。前王不死，你便是顺理成章的主君，不是吗？这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吾乃未来大王，何惧王叔？我们继续。西雷王一定不会坐以待毙，既能够过了地位，我们牵制住王叔，这是一箭双雕啊！哈哈哈哈，我要怎么好好感谢你？
心了吗？多谢谢。姑娘，小家对不起你。
非常感谢靖哥天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凤舞酒。